你好，欢迎收看11月13号的观点下新闻，我是陈慧玲。新北市政府在之前是举行了粉岭路道路拓宽改善工程开工典礼，市长朱立伦就表示，这个路段因为有许多大型车辆进出，经常造成交通窘塞，而且没有人行道，导致人车争道相当的危险，而在拓宽之后就会有效的疏解当地的交通问题，改善人行空间。而新北市到目前为止已经改善了214条的道路，未来还会再接再厉。在这一场道路拓宽的动工典礼上，市长朱立伦表示，新北市升格以来致力于改善交通问题，至今精心辟或拓宽了214条道路，可以看出市府是一个相当有效率的团队。单单我们这4年在新北市已经新辟跟拓宽了214条的道路，真的是我们这个新工处跟我们的这个养工处、都非常的辛苦，所以我想我们用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市长朱立伦表示，粉寮路拓宽工程总经费为新台币8000多万元，将原有的道路拓宽为30公尺，预计在105年3月底完工，将双向各划设3个车道供车辆使用。那我想这个8700多万的工程经费跟相关的经费，我们也全力的筹措。那我们希望这个工程一切顺利圆满成功，那对林口地区的发展一定会有正面的帮助。我想这几年来我们对林口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道路也不是只有这一条，太多条了啦。市府公务局表示，100年完工的粉寮路拓宽工程长度为310公尺，这一次拓宽将衔接前次工程到北51乡道，工程全长约642公尺，到时将会有效的改善粉寮路上下班交通拥塞的情形。记者方江市府上报道。